方总这是在暗示你，他要包养你。包养我？那不行，我只是来完成任务的，我不喜欢他。帮我准备一份礼物送到奶茶店。好。方总啊，亲自准备会不会更有诚意一点啊？你话好像越来越多了。你好，久等啦，请慢用，谢谢。哎，哪位是柴小七？啊，我就是。啊，您的快件，签收一下。谢谢。方总送的？什么？我看看，送的什么？快点。星星，哇，这个是今年那款最火的限量版的包包啊。很贵吗？贵倒不是问题，重点是他们家的包包，如果你不消费到一定的金额，人家都不会把这款包给你拿出来。看来这个方总平时也是个送包达人呢。那你的意思是方冷还给很多女孩送过包了？意大利纯手工制造，100%纯羊皮，名牌包，羊皮包，羊。小七啊，方总这是在暗示你，他要包养你。包养我？那不行，我只是来完成任务的，我不喜欢他。你这个傻丫头，人家方总这么有诚意，送给你这么名贵的包包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领情啊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款包包好像更符合我的气质。我觉得柴姐说的对，人家都送我这么名贵的包包了，我是得感谢一下。我帮你定位他的位置。郑总，这次真的感谢您在香水的投资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我有一个小小的礼物，来，小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这是公司新研发的一款香水，您可以试一下。不错，能感受到调香师的用意和创新，但是从概念上和其他香水相比，大同小异。如果想在香水市场上独占鳌头，需要从产品最初的创意和目标上入手。好，不过你这么年轻就做出这个成就，比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强多了。如果以后有机会合作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肯定有的。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来。哎，方总。如果我要是接受他的礼物的话，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同意被他包养？不行，明天就把包还给他。不行，如果还给他的话，我的任务不就完不成了呀？还是不行。方总，你这也太轻了吧？那还是答应他比较好。非要硬喝你？可以的，柴小姐。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那个柴小姐，那快，搭把手，快！啊，快！怎么的？哎！柴小姐，我们方总喝多了，你们不是邻居吗？可以一起回家呀。柴小姐，保重！你过来！喊住你！喂！哎！我。你没事吧？我可以。我是方总，怎么可能喝醉呢？韩助理，我跟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穿裙子啊，韩助理？你为什么要涂口红？不过很可爱。哎，我来。太机智了，方总，明天记得感谢我。哎呀呀，我不要闹
大马路上的，哎，看着点路。嗯，嗨，兄弟，蓝色的房子啊，房子房子，我去里面玩。哎哎，出租车，你好你好，送我们去擎天公寓。都醉成这样，哎呀，算算算，我不会吐，万一真不小心吐我车上，不会的。算算算，我像是想吐的人吗？我呀，啊。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能喝就不要喝，逞能喝什么酒？我就小孩子了，怎么样？我就定，不许说话啊！给我好好在这站着，不许动啊！我去看看有没有车。